大家好，我是亮亮，我们现在人在诺拉说准备书画，因为我其实一年都会想要给我自己一个目标，今年我想做一本写真故事书。今天重点出来了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拍摄我们的写真故事书。这本故事书呢，跟其他人的写真有点不太一样，是有一些我自己的故事，或者是我想要关心的一些议题延伸出来的故事书。这次的故事书还会有用声音的方式呈现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。我们现在化妆师人也到了，所以我们准备开始书画吧。我现在完妆啦，我等一下去现场，不知道会不会融妆。我们今天天气超级热，然后今天类似我们的摄影师。我们的摄影师比较害羞，那我们现场见吧。这里是卓妈妈狗园，在内湖这边会收留一些可怜的浪浪动物。卓妈妈人很好，做一个小型的狗园，保护这些小孩子们。因为动物有点难控制，我们赶快去抓紧时间拍摄 ，Go！来到狗园，你觉得这边怎么样？很热，然后很多狗狗。刚刚有一只狗狗直接扑上来就从我脸上狂舔，超怕我口红被舔掉的。他们不能吃到口红，怕对身体不好。水果小心烫哦，来开那种大门。对，然后他们也持续有进来。毛从头到尾都是头跟脚，定格了。毛定格了。玉群，你等下看一下上面的那个外套是不是我们的？海边了，最近手臂有点胖胖的，大家请忽略我的手臂。我好感觉怎么样？酷！我刚刚就想着怎么办，才不会吃到塑胶？怎么办？海里面的生物吃到什么人为垃圾？好比说我们人就吃那些东西，对啊，还有我们最后要拍下，他要下水，真的要注意，垃圾不乱丢，一起爱护我们唯一一颗地球。那个矿泉水是怎么回事？我以为是他们。
哪有这么搞干，还自己做鸡？而且那个是大陆的矿泉水。我要准备下水了，我下去会长什么样子？蛮重可能还好，但是我怕高又怕水。我现在应该差不多算收工，去整理一下看还有什么景要补拍的。我先走，我要赶在太阳下山之前。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拍摄，我们现在要去 Nora Sands 梳妆打扮一下，晚一点还要去蒸汽雨林拍摄室内的风格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你这有睁开眼睛吗？就我刚。我有睁开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好看。哦，原来长这样子哦，香。哦，我的海带香，还是香的。我看你都擦掉。我们到蒸汽雨林啦，现在要来拿我的衣服，但是先不给你们看，我们等一下继续。对，我就直接去他家，就叫我去。你的脖子还好吗？一个人在家里在想些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要努力的振作起来的那个纠结感。在你的脚下带你。我们现在在化上妆，欧森很厉害，而且欧森都化很快。拍完了，拍完了，等一下要去拍最后一个主题。什么主题？北漂，我们要去北车附近。我觉得应该也有跟我一样很多来台北工作或者是去外地工作的人，其实有很多是会想家的心情啊，或者是人生地不熟，你想要找人讲话，你却不敢找任何一个朋友或家人。这次就是把这个列入我们的主题。好，那我先补个妆。
三、二、一。二一闪，闪！我输。对，好。一二三，耶！好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上镜了。我们这两天的拍摄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这次的这个主题，最后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北漂了。今天很辛苦。我们所有的幕后团队人员，还有我们后勤部队，还有我自己，还有各位观众们，这一路来陪我走过这么